我们也叫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不遗不吝啬给他们一些掌声鼓励好不好？从早上一大早辛苦就来绕境，一直到现在，好，所以这些人是要对他们啊这个表演，我不吝啬给他们一个掌声鼓励。
微信留台南执行长啊高文忠啊说大量啊支持南昌电南京电集留啊民国提案招聘活动啊载述啊载述南京电集留当时电啊多于实力，所以当放书啊蔡主感谢感谢咱啊台北微信留咱高文忠啊咱这个执行长，而且咱哦咱台北市啊做咱的地主陈景祥的这个。